变得这么 man， 变性手术啊，变性手术。你说真的还假的？下了节目后可要好好解释清楚啊，因为关系你未来该入光堂还是入黑社会呀。顾老师有什么要那个关于表演的这个部分？我觉得他其实蛮表演的，蛮多样性的，就是从音乐上来讲，他又有自己的作词作曲，还有唱，还有表演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表演其实来讲，一个人来讲，以光幕上看起来会比较因为中间酝酿的过程，例如说他刚刚换衣服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人挡他，所以那个时间对观众来讲是空掉的，所以在期待你要有什么。所以原则上我觉得整个节目来讲看起来都很棒，那只是我觉得这个表演不太适合一个人表演，对，只是对多一点人，他就感觉上更大气，我觉得更好这样子。我觉得蛮不慌不忙的，你觉得嘞？他本整个都是自己设计的，对。那个耍枪是跟北影女子中山学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学，跟一个朋友学的。跟朋友学的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常常看很多西片啊，或者是港剧啊，里面，我觉得男生只要穿的那种特种部队的衣服，拿枪就很帅。就从阿本准备动作蹲在那边的时候，就觉得今天一点都不是公主帮，今天是男人帮。帅，有了衣服。小小的建议就是，其实阿本你后来刻意把上衣脱下来，是因为要秀阿本特工队吗？对啊，你无聊啊你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因为你比较白，然后你真的算是比较纤细的女生，其实你还不如穿着那个衣服耍，只是把那个背心脱掉，其实就会感觉会更酷。那音乐跟 rap 都是你自己创作的。对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你的音乐性非常丰富，而且还蛮有模有样的哦。在整个的自己用电脑 mix 到的，就用一首歌，然后再把它改变，就是自己再重新贴一贴，混一混这样子，挺有作曲天分的。但是就是感觉上你的音乐啊，强过你的表演，就可能就像蓝波老师讲的，他比较不适合一个人演出。但是以你一个人来说，可以手忙脚乱的把这一段表演完，算 OK。总监。那个我觉得整个整体的表现是有进步，因为通常我们在看他淘汰赛的时候，其实他都还是以可爱为主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阿本的表演都是比较柔性一面的，对。但我觉得今天是比较有 power， 然后整个感觉音乐，然后还有我觉得他的那个 rap 也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对啊，有狠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就是比较有力道的感觉。那就我看来，就是如果以我觉得君怡姐刚刚讲那个。真的，这件背心不是那么好看。很像那个松山在卖的那个，就 quality 不是那么好。不过真的，刚刚出来其实有吓一跳的感觉。李哥，你是说他的 T 恤还是他的手背？没有，我说 T 恤。哦，对。那个阿本特工队是本来就是这个名字的是，还是就我自己就印好玩的这样？哦，真的哦。OK， 所以有特别为这个连衣服都有这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啊，里面如果穿一个吊嘎。然后甚至白背心，对，可能或者是黑背心，然后可能感觉更好一点，因为那个落差比较大。记得要穿两件，你要黑白搭在一起，不然你太瘦。对，耶，反正整体的表现是很不错的。对啊，就从公主帮进化到特警部队，你看看特种部队，是。平时超怕小强的阿本，今天展现出超 man 的一面。表演一开始虽然有点小失误，不过流畅的操枪表演还是令人相当惊讶哦，表现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一次淘汰赛到底有谁会被淘汰掉呢？而排名到最后两名危险名单的小兵和小 T 有机会翻盘吗？首次参加淘汰赛的牙膏仍然没有完全融入棒棒糖团体生活之中，在节目录影时表现不够出色，缺乏艺人特质是其中一项缺点，导致他平时成绩稍微逊色。而到底全身涂满油彩的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？
的时候，那有我的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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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带
我觉得他还蛮有礼貌，然后懂事，然后像甚至在后台，他刚刚在很认真的请他的朋友帮他化妆，然后他很细心的就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习的精神很好，然后再让设计的这些东西道具啊，然后这次的舞蹈真的觉得很棒。有没有想过等下妆怎么卸？赶快拿那个洗面乳，我刚才有问过他了。我跟你讲这块的卸法，你拿醋加一点点温水，一下就洗掉了。智慧，不要等一下害他半边脸会没有。哦，真的 OK 吗？先试身上，脸我也不确定。芳芳姐，我想要感谢一下我几位朋友，因为今天是他们大力帮忙，我所以才有机会。哎呦，好，上次有。